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本第六面，第六面最后一行看起。第六面最后一行看起，佛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若有菩萨未与清净住业障者，当发如是广大誓愿。这个后面这几行经文依旧是属于前面一段啊，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啊，时间到了，所以就是暂时在这个地方搞一个段落。前面世尊将在会的这些菩萨为什么他会迷惑颠倒，为什么他会造作罪业，将这个前因后果都说出来了。我们读了这个经啊，确实寒毛直竖啊。这些菩萨是谁呢？诸位必须要明了，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呐，不是说的别人。那么由此可知，造作罪业很容易，甚至于几天几个小时，但是这个业果要消除时间就太长太长了。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他们从拘留僧佛所造的罪业一直到现在才消除啊。这当中经历的时间是天文数字。那么虽然这个罪业消了，我们在这一生呢又得人生，不但得人生，而且有这个机会听到甚深微妙的法门，这是稀有的因缘。这是什么回事情？还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深厚，这一层语言了。遇到这个缘，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醒悟过来。如果醒悟过来了啊，这一生就恭喜你啊，你就得度了。若不能醒悟过来呢，这一生势必又要空过，空过就不得了啊。空过之后啊，恐怕又要费许许多多的时间。正如这个从前李炳老在《无量寿经》讲期当中所说的，
虽然将来能往生，但是一定经历常界的轮回，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那么造作罪业，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啊，这在佛在大经上常说破戒不怕啊，佛能够救我们呢、啊、最怕的是破戒，戒就是你的想法错了，你的看法错了，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如果你的见解思想纯正正确，破戒这个罪业是很容易消除的啊。破戒就太难太难了啊，凡是造作罪业，最后念佛还能往生，道理就在此地，我们要懂啊。譬如这两天你们同学告诉我啊，安徽这个安顺法师往生啊，我打电话到中国去询问啊，他们把这个情形详细告诉我了啊，他是晚年才闻到佛法了啊，闻到佛法念佛不很长啊，往生的瑞相那么好，留的肉身呢，这叫全身舍利，这样的庄严，这不就是给我们讲这一部经做了见证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要知道语言的殊胜，无比的殊胜啊。所以世尊在此地告诉弥勒菩萨，告诉弥勒菩萨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啊，他说弥勒，若有菩萨，这个若有菩萨包括的是出家在家的菩萨了啊，哪一个人不是菩萨呢？菩萨的标准是什么呢？发菩提心啊。什么叫菩提心？真的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了，觉悟的心就是菩提心啊。以觉悟的心啊，修六度行。六度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工作当中，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六度是什么？第一个是布施啊。什么叫布施？布施就是我们服务于大众啊，啊，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牺牲奉献，就在你自己的岗位上，就在你自己工作范围当中，你能够尽心尽力去做，这就是布施波罗蜜啊。持戒是守法了，大家不要看到持戒就想到我们要受五戒要受十戒，那个意思太窄小了啊。持戒就是受法，世尊49年对我们种种教戒教诲啊，我们要明了，要接受，要依教奉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不仅要遵守佛的教戒，世间的法律啊，像国家的宪法啊，
地方上种种的规约，还有没有文字的社会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我们都要遵守啊。所谓是过有过法，家有家规也。入境要随俗，菩萨才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对你能生欢喜心，才愿意接受你的教诲。这个所谓是法缘才能殊胜的，那不受法怎么行呢？忍辱就是耐心，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恒心的。越是大事越要大的耐心。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世间法尚且如是，何况佛法。忍耐非常非常重要，要能忍得过啊，能忍而后才谈得上精进。精进的范围非常之广，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专业。专就是精呐。事出世间法，如果懂得专精，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就怕学杂了，学得太多了，那么你修学自然就困难了，成就啊就不容易了。禅定这个地方讲的是广义的，六度里头所说的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禅定就是自己胸有主宰啊，不会受外境轻易的动摇啊，心有成竹就是这个意思啊。智慧这般若是对于一切法寥寥分明，清清楚楚，绝不迷惑。你想想看，这是菩萨六大纲领教给我们，应用在生活上你应用在生活上，你的生活就是菩萨道啊。应用在工作上，你每天上班每天做工作是行菩萨道啊。应用在交际应酬上，那还是行菩萨道啊。菩萨道怎么行法了？原来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里面没有分在家出家了。那么这条问题非常重要要想清净业障这个就是大家常讲消业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都希望赶快去消业障你的业障消掉了没有呢？你用什么方法去消呢？实实在在说这个消业障常常挂在口皮上呢，问你什么叫业障？不知道。那你怎么个消法呢？所以业障这个名词不能不搞清楚。业就是造作我们口的言语，口业；身体的动作叫身业。起心动念那叫意业这叫三业这个三业造作不善于是造成了障碍了
障碍什么呢？障碍我们的清净心，障碍我们的智慧，再说的深一点呢，障碍我们明心见性，这个叫障啊！你消消业障，现在有很多同修，你用什么方法消业障？我在家里拜大悲忏呢，拜梁皇忏呢，那你拜完之后啊，你是不是就聪明了呢？心是不是就清净了呢？如果这个忏一拜，果然心就清净了啊，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那你业障真的消掉了。如果拜了之后啊，烦恼还是那么多，智慧也没增长，这就是说明你那一套没效啊。为什么会没有效呢？那从前人拜这个忏为什么就有效，现在你拜就没效呢？从前的人呢，拜这个忏呢，如理如法，他懂得道理，他懂得刑法，确确实实在拜忏的时候随文入观呐，他真能消业障啊！什么叫随文入观？随着经文，随着这个忏悔文，念到哪个地方，他的意境就达到哪个地方。换一句话说，字字震动他的心弦呐，他真的忏悔呀，真正改过自新呐，所以这个忏才收到效果。那么现在人拜忏为什么不灵呢？拜忏只举形式，一面拜忏一面还在打妄想，那有什么用处呢？口里念的经文，念的文又不懂得意思，以为呢我这是念给佛菩萨听的，佛菩萨才不要听你就这些了。错就错在这里啊，所以你拜不灵啊，那不灵怎么办？弥勒菩萨很慈悲，在这个地方带我们祈请，请求释迦牟尼佛来教给我们怎样消业障，怎样求忏悔啊。所以佛在此地说，当发如是广大誓愿啊，就要发像前面这60位菩萨真正回头啊，真正改过啊，他是我们的榜样啊，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这是这部经的殊胜之处啊。你看其他一般经里面多半是讲讲理论，讲讲方法，这个地方表演呢，这部经从头到尾说老实话就是个剧本呐，世尊、弥勒、阿难，这个还有这个60位菩萨，精心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二是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颇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护持此愿，当得圆满，不退转也。”弥勒菩萨问得好啊！善男子、善女人在此地，我们不必把那个善的标准提得太高啊，真正觉悟了。真正想消业障，真正肯回头的，就是此地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换句话说，我们这次法会来参与这个法会的，就是本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看这个经文
与我们何等的亲切啊！我们要想护持此愿，看了菩萨发愿，我们要效法啊！我们一定要跟他发同样的大愿啊！人家这个愿，愿愿都是我从今日敬未来记啊，这才叫菩萨的大愿呢，不是一生的啊。通常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六藏里面很多都是净行受，净行受是一生的啊，那是小乘人发的愿呐，啊，这是菩萨了。菩萨的愿生生世世啊，不是指这一层。那么要护持这个愿呢，怎么样圆满不退转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我们迫切希望知道的。弥勒菩萨带我们请法，带我们发问，我们看世尊呢怎么答复。佛告弥勒菩萨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行菩萨道，护持此愿，临舍生命，终不缺减，令其退转。佛这一段开始重要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对我们的加持，佛对我们的保佑，就是宝贵的开示，宝贵的教训啊，不是什么灵异呀，来加持来保佑，不是这个事情。你看佛在此里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想圆满不退转，那应该怎么做呢？你要行菩萨道啊，我刚才说过了，发菩提心呢，修六度心，这个就行菩萨道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掌握着菩萨行的六大纲领啊，就是六度、六波罗蜜，护持此愿，那你就真的护你的前面所讲的这个十三大愿了。临舍生命，生命是无常的，这是佛在大小乘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的真相。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思想，我们知道在十法界舍身受身呢，就像换衣服一样自在啊。啊，我们年岁老了，老了就好比这个衣服穿旧了啊，穿破了啊，赶快换一件新的嘛，你看看多欢喜啊。我们舍这个身再受一个身呢，就是换衣服啊。那么如果你能够修善啊，众善因的善果啊，善因善果啊，就是这个衣服啊越换越漂亮啊，越换越庄严呢。如果造恶因呢，啊，得恶果，那好比换衣服越换越差了啊，越换就越不好了，就这么个道理吧。所以舍身受身呢，无不自在。不会被这个
生死而去忧虑而感到恐怖，没有了啊。在般若经上讲，远离恐怖颠倒啊，所以临舍生命啊，我的菩萨行，我的菩提愿绝不缺减啊，缺是不圆满，减呢就是没有能够做完全的啊，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菩萨道不退转。经文到这个地方，这是第四大段讲完了，下面是第五大段啊。在这一段里面，弥勒菩萨问末世的菩萨啊，针对我们现在来讲啊，这个现在在家啊、出家在家的这些学佛的菩萨们，要成就几种法才能够安稳得度啊？啊，请看经文。二是弥勒菩萨复白佛言啊，前面一段结束了，弥勒菩萨又说，又我提带我们提问题了，是世尊，若有菩萨于后末世500岁中发于灭时，成就几法安稳无恼而得解脱？啊，这是替我们问的啊。于后末世就是指世尊的末法时期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分三个时期，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现在无论是以中国的记载或者是外国人的推算啊，都是末法时期了啊。外国人的推算呢，那已经2500多年，中国人的这个记载的呢，那更久远啊，今年是3022年了啊。这是中国人的记载，不管怎么样记载，总而言之确定是末法时期了啊。500岁中，这是讲末法最初的500年啊。换一句话就是，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法与灭时啊，佛法与灭还没灭啊，佛的法运往后还有9000年呢，啊，佛法灭的没那么快，但是在这9000年当中，佛法这个兴衰起落，这是必然的现象，啊，有低潮，有高潮的时候。那么起落原因不在佛法，原因在众生。众生心善，佛法就兴了，兴旺一段时期。众生要造恶呢，那佛法就衰了。可见得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哪有什么正法、相法、末法？正法、相法、末法是人心呐！佛是平等法了，看大家了需不需要了。那么这说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要成就几种法？成就就是要做到，要真正做到啊！你在这一生当中安稳，
这是我们所求的。你这一生当中啊，能够平平安安度过啊，无论在家出家啊，在家出家修行，在这个出家在修行啊，都要求一个平安度过啊，这个是非常难得，这是真实的福报啊。啊，无恼就是少烦少恼。你烦恼少啊，烦恼少，当然你的心就清净，你智慧呀必定就增长，啊，这个是一定道理。而得解脱这一句话就太难得了，啊，解脱，脱是脱六道轮回。你这个行菩萨道才真的算有成就，如果你这一生修得再好，你来一生还搞六道轮回，你不能算成就，你没有成就啊。那成就最低的限度要超越六道轮回，脱是脱六道轮回，解是什么？解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把它解除了。啊，这个地方最低限度，你也得把见思烦恼啊解掉啊，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这算是成就了，小成就。啊，已经是非常稀有而难得了。那个大的成就呢，再往上提升，尘沙烦恼解除了，无明烦恼也破个几分了，哦，那就恭喜你了，你脱离了十法界了，啊，脱离十法界，脱离十法界，你所证的就是一真法界。这个才是佛法讲的大成就啊，大成就啊，证得一真法界，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化身大士了啊，那不是普通的菩萨啊，那是大菩萨了啊，不是普通菩萨，因为他们还有无明没有彻底断尽啊，无明越往上面去越微细啊，最后将一品啊，这最后一品真相无明也破除了，那你就成了究竟圆满的果报了。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成佛，这是成圆教究竟的佛果啊。换一句话说，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这是佛法修学最高的目标啊。这个地方是从最基本的地方来说起，我们要成就即法啊，就是要认真做到即法。弥勒菩萨这个问得太好了啊，真的是帮我们大忙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学佛，虽然说的是学佛，要问你佛是什么，几个人能答得清楚啊？你说修行，什么叫修行啊？又有几个人能讲得清楚呢？啊，到底你在学什么
甚至于还有很多皈依了，受戒了。啊，仔细去一盘问呢，都是受的糊涂戒呀。迷迷糊糊皈依，糊里糊涂受戒，他怎么能成就呢？佛法里面讲的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当然得不到啊！啊，你完全搞错了！啊，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看待，这冤枉不冤枉呢？啊，这已经搞错了。那么这个题外话我们就不谈了啊，我们再看第一下第六段啊，世尊答复两种死法啊，教我们必须要做到啊，这不做到不行啊。请看经文，弥勒菩萨啊，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若有菩萨于后末世500岁中发于灭世，当成就四法。啊，你一定要做到这四法。啊，这个成就就是做到的意思。啊，彻底做到。”你这一生自然能得安稳啊，而得解脱。何等为事呢？下面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第一句，所谓于诸众生不求其故，第二，见诸菩萨有所违犯，终不举怒。佛把这个两条摆在第一，我们冷静去想想，仔细去思维呀，真的没错。无量无边的佛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迷失了自信，忘了世尊殷勤的教诲，每一天依旧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没法子回头，也不晓得从哪里回头。我们听到世尊这两句，感慨很深很深。佛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从今而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把这个习气彻底改过来。第一，不要找别人的麻烦，不要看别人的过失。啊，诸位要晓得，看别人的过失，实在讲就是自己的过失啊，你自己没有烦恼啊，没有这些贪嗔痴慢啊、嫉妒障碍，你怎么能看，怎么会看到别人有过失呢？啊，可见的外面境界，你这一接触啊，把你自己里面的烦恼引发出来了。
见人过失啊，就犯这么大的过失啊！这是佛经啊，世尊亲口所说啊。在中国，1300年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出现在那个时代。能大师留给我们的教诲是一部《法宝坛经》啊，他老人家在坛经里头也说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看跟世尊这个教诲是不是相应啊？祖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可见的这个法子重要啊！啊，修行要从这地方修起啊。前面你看经文，佛一教善男子、善女人，你的善在哪里啊？不要天天盯到别人的毛病，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天天找人麻烦，你善在哪里啊？你就不善了啊！不要再看别人的过失，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过失啊。所以会修行的人啊，他在哪里修呢？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他想我有没有啊，我要没有快快学啊。看到别人有过失，他要马上回过头想自己有没有，如果有赶紧改过自新呐、啊。所以善人是菩萨，是我的老师啊，我要向他学习。恶人也是菩萨，也是我的老师啊，我要从他那边改自己的过失。儒家孔夫子常说过，三人行必有吾师啊。三人是自己一个善人，一个恶人，那个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夫子这个说法了，给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精神完全相同啊。你看善财参访这些善知识，这善知识里头有善有恶，善的学习，恶的照改啊，改过自新啊。善财童子有没有说他们过失呢？没有，这跟这个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但是善财童子有礼敬，没有赞叹啊，他做的不如法了，不赞叹不说，真是遵守世尊呢此地的教诲呀、啊，善财童子做到了啊！看到别人的过失不说，想想自己有没有啊？所以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是决定不能求别人的过失啊。那么第二呢？见诸菩萨有所违犯，终不举禄啊。这些菩萨菩萨一定是发四弘誓愿的啊，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嘛啊。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所以菩萨要度众生。因此，菩萨一定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诸佛如来、一切菩萨，是我们大众最好的模范呐、啊，啊，最好的样子啊。
度一切众生，这个度就是利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彻底觉悟当中来的。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你当然快乐啊！你应付这个环境啊，无论是小环境、大环境啊，大环境到净虚空变法界，你都会应付得恰到好处啊！你看那多自在啊！你有智慧吗？你了解事实真相吗？不了解事实真相呢，凭自己打妄想，大概是这样，大概是那样，怎么想也不是事实真相，怎么想都想错了，想错了就讲错做错，这才招得许许多多不如意的果报啊！果报是这么来的，自作自受啊，不是别人安排给你啊，佛菩萨不能安排，阎罗王也不能安排，上帝还是不能安排啊，这是因果的定律。那么菩萨帮助别人觉悟，是不是一定要讲经说法呢？不一定，讲经说法是度众生无量法门里面的一门呐、除这一门之外，门道多的是啊。生活做大家的榜样，这就是说法，这就是度众生呐、工作做人家的榜样啊，我们自身是一切同行同位的榜样啊。譬如我们出家了，出家的同学要知道，你要做出家人的好样子，你才是菩萨。所以自己必须要精言慎行啊，一举一动想到我能不能做别人的好样子，这叫菩萨心啊，这个叫菩萨行啊。在家的菩萨，譬如你是个家庭主妇，你主持你一家，你的家庭是所有家庭的好榜样，大家到你家庭来看，没有不尊敬，没有不佩服的，想跟你学习，那么你就是主夫菩萨了。你每天做家事，这个就是行菩萨道啊，这就是弘法利生啊。哪里要说法呢？你做一个商人，你是一切商人的榜样啊，你做工人，你是一切工人的榜样啊，无论你在哪一个行业，你都是顶尖的榜样，这叫行菩萨道，这叫度众生啊。不一定是在言教里头啊，游本昌居士严具严济公就在你本行上行菩萨道啊，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在自己的行业里头要做一个好榜样。
希望这个好样子能够影响深远，能够影响广大，利己一切众生，这个就是大菩提心，这是真正的菩萨心。因此行菩萨道的人，你看到若有违犯，我们反复言的、他是真的违犯是假的违犯、我们看到哎呦犯了戒，你把一切大众啊学佛的这个机缘断掉了，这个罪过太重太重了。我们是凡夫，不晓得菩萨是怎么表演的，这不知道啊。你们看到《济公传》小说里面所说的不负责任，但是《高僧传》里面呢，《济公传》的确比其他法师的传记详细，好像有好几卷。那么济公吃肉喝酒，真有其事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要度那一类的众生。世尊给我们讲的摄受众生的纲领原则四摄法了。四摄法第一个布施，布施就是跟众生结缘呢、你不跟他结缘，不跟他结欢喜缘，他怎么会听你的？第二是爱语，爱语不是讲他喜欢听的话了，是真正关怀他、爱护的话，责备他、教训他，都是爱语，是你真正关怀、爱护，这个叫爱语。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爱语大概是甜言蜜语，那就错了，那害死人了。第三呢，力行，行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他真正有利益，他怎么不欢喜？第四个叫同事，济公表演的是同事，同事，诸位要知道，我们学不得。这个人喜欢跳舞，好，我天天陪他跳舞，几天就跳到阿鼻地狱去了。什么人可以干呢？菩萨可以干。菩萨不迷惑吧？本经后面就说到。初业菩萨跟智慧的菩萨不一样，那是有智慧的菩萨了，他可以跟一切众生同事啊。这个众生喜欢打牌，他可以陪他打牌啊，天天找他。其目的呢，目的是叫他回头，叫他学佛。你不是喜欢这个吗？我天天陪你干，我比你高明。这打牌，我天天赢钱，你天天输钱。他就会请教了，你为什么信？我有智慧，智慧上我学佛啊。你学佛打牌就赢钱了，他不就来学佛了吗？这菩萨高明啊，他不迷惑，不会被他拖下去啊。我们这个初业菩萨没有定力，没有智慧。只可以做前面三摄法，第四条不能干。济公是菩萨化身啊，不是普通人呐、形象是罗汉，实际上是大菩萨再来的，是要度这世间一类我们度不了的众生，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接触的。
哎，他那个形象啊，他可以接触，他能够度那一些众生，所以他那些表演，那都跟演戏一样，假的不是真的。我们不要以为哦，他犯了过了，他才不会犯过了。我们都犯了过了，我们看他犯过，自己犯过了，他没犯过，你这个冤枉不冤枉的？他怎么没犯过呢？他人家心清净，一尘不染。真的在一切境界当中，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说，先前许许多多出家在家的菩萨，谁知道哪一个是再来人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啊，谁知道他在表演什么因此我们自己学佛，想自己道业成就，道业成就没有别的，第一个成就自己的清净心，修学自己的平等心。无量寿经不是把修行三大原则告诉我们吗？清净平等觉，这是修行的三大纲领啊！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悟的心啊！所以修行的三大纲领是觉正净啊！那么这个是要记住啊！看到这些菩萨，无论是在家出家啊，他们好像破了戒了啊，这破了斋了。决定不要提啊，这个举路啊，就是路是说啊，到处说啊，不可以。你要是这个随便说话的时候，你造作的罪业就是前面所讲的啊，这个果报太可怕了啊。那么这是头两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修行从这下手。第三桩事情呢，与诸亲友及世主家不生执着，这是我们先前初学的菩萨讲烦恼习气很重，这个毛病很深。这是什么毛病？嫉妒啊！看到这个菩萨修学有成就了，特别是出家的菩萨啊，弘法利生，小有成就，当然会有信徒供养啊。你一看到人家恭敬他、供养他，心里难过了啊，起了嫉妒心了，想方法去破坏他，去障碍他，这个就错了啊。这一句是说与自己的亲友及世主啊，看他供养菩萨、恭敬菩萨，不生执着啊，千万不可以啊嫉妒障碍啊，这个罪业很重很重。第四，永断一切粗犷之言。这个粗犷，犷是凶恶，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说话要柔和，不可以粗暴啊！啊，这个粗犷就是粗暴啊，说话很没有礼貌。这个不可以啊，这不是世间人的好样子啊。你看佛家的时候，从这四条下手啊，佛讲的不深啊，很浅显啊。我们仔细想想，所有一切的
业障都是从这个没有能够做到这样的四条啊，都从这里生出来的毛病啊。佛在此地一语道破啊。请看下文，弥勒是为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发于灭世，成就四法，安稳无恼，而得解脱。这佛在教着弥勒，教着弥勒是提醒他。凡是经典上教着人的名字，都是提醒他特别注意。下面必然有重要的开始。弥勒菩萨，你不是要问吗？末法时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些出家在家的菩萨，怎样才能够平平安安啊，无忧无恼啊，在菩提道上啊，也就是你一生啊修学过程当中一帆风顺啊，而得解脱，那你就得遵守这个四种法啊，要认真把它做到。二是世尊于重宣此意而说其言，这个就是佛显示出无比的慈悲眼啊。前面说了，后面呢还用偈颂啊再重复说一遍，这个意思很深。佛说法常常啊在讲完之后啊都有用偈颂啊重说，这个原因是当时讲经的道场听众啊有先来后到的啊，这个佛讲经毕竟是这个大众的一个聚会，不像学校上课，学校上课学生准时要到啊，这个讲经不能限定大家准时到，我们有准时开讲通知你，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你不来也可以啊，这个没有限制的啊。那么如果是后来的，这个讲了一半了他才来了，佛很慈悲呀，前面一半他没听到啊，不像现在啊有录音带录像带啊，你拿回去前面还可以补出来啊，从前没有这些工具啊，所以佛很慈悲呀，用偈颂的方法呢把前面所讲的重复一遍，让后来的虽然没有听得很完整，大致上前面讲的意思都能够听到，这是佛的慈悲啊，照顾后来的大众。另外有一个意思，这一些开示非常重要，必须要记住啊。长行文呢不好记，这个偈颂啊是诗歌的题材啊，不像中国这个诗歌那么样的严格啊。中国讲平仄啊，讲押韵。那么他也有押韵，但是不严格他不讲究平仄可是他的句法很整齐那么在此地这是五言颂这个五言的偈颂，就是每一句五个字，四句是一首这是一定要把它念背了这个长行文背诵起来麻烦呢，这个偈颂一定要背，你要是不能够记住，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境界，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必须把佛的教训记住所以佛用偈颂是叫你把偈颂背住，好好的记住一教奉行。第一，不求他过失
不要去求别人的过失啊，我们现在讲的不要去存心去找人的麻烦啊。第二呢，也不去认罪啊，看到别人啊，犯戒破斋了啊，也不要去说人家啊，不说人家的过失啊。前面一句不要去找人家的过失，第二句绝对不说别人过失啊，第三句利益出语啊，这个是刚才说过，无论在什么境界，无论对什么样的人，我们说话柔和有礼貌啊，言语言辞都不能够粗暴啊。第四个是禁令啊，嫉妒禁令一定要去除啊。啊，那么你守这个四法呢，世人当解脱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呢，遇到无比殊胜的法门呢，是净宗法门呐。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退成佛，这个解脱是无比的解脱。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甚至于西方净土边地往生，给诸位说都超过十法界了啊！这个成就是真实究竟圆满的成就啊！生到西方世界，个个都是一生圆满成佛啊！啊，这是哪一个法门都比不上的啊！我们要珍惜这一个机缘，万万不能错过啊！这个是同修们啊，在我们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可以说是常年讲经的道场啊，是这个世间稀有的道场啊，常常能参与这个法会，大福德之人呐！啊，世间哪一个人的福报能跟你相比呢？没有人跟你相比啊。你在这个地方常常听经，教义明了，天天念佛，求生净土，转眼之间你就做大菩萨了啊，发生大事了，这不是小菩萨了啊，谁能够跟你相比？这个缘我们要珍惜皆是得力于过去生中啊，无量劫来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啊，现前蒙佛加持遇到这样殊胜的机缘啊，只要能把握，我们决定成就。再看底下经文，弥勒，佛有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发于灭世，当成就四法，安稳无恼而得解脱。这是世尊补充说明啊，前面说了四法，当然那个四法很重要，很重要啊，一定要做到。那么这个地方补充四法了，当然也是重要的，如果不是重要，这没有人问呢，这是佛自己说的
那这一段是无问自说啊，那前面是弥勒菩萨祈请的啊，这个补充的说法呢也非常要紧啊，说何等为事呢？第一，所谓不应亲近懈怠之人，哪些是懈怠的？我们要清楚啊！你看看这个世间，我们看到很多出家在家的菩萨了，他每一天工作啊，忙得不亦乐乎啊，好像他没有懈怠啊，天天在很勤奋的在工作啊。二佛说呢，他懈怠，他的勤奋呢，他的忙碌啊，他忙的什么呢？他忙的搞六道轮回呀。六道轮回他很认真，很精进，很努力，在那里干呢。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情忘掉了，这是懈怠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啊，诸位啊，细心去体会啊，他烦恼天天增长，忧虑天天增长，他忙的这些东西啊，而把清净平等觉给忘掉了啊，对于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他懈怠啊。对于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一桩事情啊，他显得非常懈怠，从来都不肯干啊。这个就是懈怠之人呐。我们再把这个话说得清楚一点，说得明白一点啊，以免大家发生误会啊。对于追求自己一生真正幸福美满，他懈怠啊，而他天天搞这个烦恼忧虑牵挂啊，搞六道轮回不相干的事情，这是《无量寿经》上讲啊，世人共尊啊，共尊呢、啊，不己之事啊，不要紧的事情啊，哦呦，他搞得不亦乐乎啊，要紧的事情他说掉啊，哪些要紧？我跟诸位说的非常现实啊，第一个呢，不老。你看现实不现实？第二个不生病啊，现不现实？第三个不死，不解释啊，这个事情啊他忘掉了啊。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啊，不老不病不死，这个是学佛的花报啊，现在享受的果报啊，这个果报得到了，来生那个果报的时候，那个殊胜无法想象啊！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死的法门呐、啊！你们认为往生死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往生是佛来接引啊，观音示智，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跟着佛一同来接引，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我跟佛去了，向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拜拜呀、啊！啊，走得这么自在潇洒了，这个臭皮囊不要了，换新衣服啊，换新的身体啊，什么身体？自摸真经身色，那个相貌是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去换新衣服啦！你说这个多自在啊！
干这个事情就是真精进，不干这个事情就是懈怠之人。啊，那么你们现在出了家了，你们每天忙什么？啊，你们想想是不是懈怠之人？啊，佛在此地就懈怠之人不要去亲近他，亲近他是染上懈怠的毛病。啊，真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这个要紧。啊，所以是，不但不亲近呢，要认真反省我自己是不是懈怠之人。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第二，舍离一切愧恼之中。啊，这个愧恼，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苦恼啊。每一天的生活，这糊里糊涂过去了。啊，真的叫醉生梦死，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你这一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啊，你说我做多少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多贡献？啊，佛给我们讲的，世界还会有毁灭。啊，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不朽的事业？不会随沉住坏空而消失的，那是真实的事业。佛教给我们从此有这个，这是什么事业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推广佛陀教育啊，深化佛陀教育啊，这是大事业、大因缘。佛在经上讲，这个世间沉住坏空，这是四大劫。世界坏了，世界空了，这个世界众生到哪里去？移民到他方世界。他方世界再坏，辗转又到他方啊，说明一切众生真实不生不灭，随着他的业报来转呐。啊，佛陀的教学就是教大家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这是第一个层次，初级的佛法。啊，让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能够保住人天的身份。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啊，不断向上提升，啊，这个提升的重点就是不断的觉悟啊，不断在破除迷惑，啊，所以学佛，啊，过去方东梅先生我初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那个时候学佛，被他这句话打动了，这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认真去干。啊，果然没错，老师没骗我。啊，确确实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不是说你有财富、你有地位、你有权利，不是的。啊，真正的享受是我们一生当中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你说多自在啊，你说多快乐啊。啊，这种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在家出家认真去学习，
人人都能做得到啊。所以生活要有意义，生活要有价值，意义与价值真的明白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是糊里糊涂，从来没有明白过，嘿呀，这一生啊清楚了，明白了，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一明白了啊，就得解脱了啊，就找到出路了啊，出离六道轮回的门路了啊。所以一切这个热闹的场所我们尽量避免啊，这个窥闹之中啊，明显的啊，就是现在所讲娱乐的场所，热闹的场所啊，这些人，这个里面的人，这是古人讲这个戏院的啊，是有所谓啊，这个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那这都是胡闹啊。但是要晓得，中国过去的戏剧跟现在不一样啊。从前的戏剧，一直到满清末年，啊，这个昆腔京剧，它都还守住四个原则。忠孝节义呀！啊，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呢？用戏剧。啊，让大家从戏剧里面学习怎么样做人，啊，怎么样处事。啊，过去用这个方法，他们负责教化广大的群众，啊，那么现在发展到电视，啊，高科技的这个资讯的传播，啊，我们也要好好利用这个工具，啊，教化一切众生，啊，帮助他们破除邪思，帮助他们建立正知正见，他自自然然就知道断恶修善，社会才能得到和谐。啊，才能够有良好的发展，繁荣兴旺。但是我们看看现在影剧里面的内容是些什么，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啊！这样子下去，后果是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了啊！在这么一个时代，我们佛弟子要凭良心，要负起责任来啊！即使知其不可为呀，也要为之啊！我们也要干，尽心尽力去挽救这个机遇，尽心尽力呀，去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我们今天远离一切窥闹之中，是我们自己定力不够，智慧不够啊，要成就自己的暂时要远离啊，这个很重要。第三呢，独处闲静啊，初学我们是凡夫啊，凡夫决定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没有能力转环境啊！啊，环境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人讲的风水。
啊，风水就是环境啊。古时候，你看看，这个寺院、丛林都建立在山明水秀的住所，远离城市，远离村庄，梵语称之为阿兰若，阿兰若就是极静的住所，啊，环境幽静，能够帮助自己修清净心，啊，远离这个尘俗，啊，不让他来干扰自己。所以从前这个道场建立在山上，诸位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啊，你都会见到，啊，从山下爬到山上要费很长的时间呢，啊，大的寺院像香丘华啊，在从前交通不便，一定要徒步上去，啊，要走两三天才走到院门口啊。这个就是不希望你来观光旅游，不希望你来打搅修行人啊，所以这个交通很不方便啊，它有它的用意在此地啊，就是要保持修学清净的环境啊，生活清净的环境啊，山下村庄要出了什么事情，可能十天半个月消息才传到寺庙里来，没有人上来谁说，他也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心真清净啊，现在修行人难哦，太难了，每一天看电视头脑里头乱七八糟啊，每一天看报纸，你想想看，你天天在受污染啊，你怎么能清净得了啊？所以你要想学佛，今天我们读这一句经文，独处闲静，这个闲静从哪里来啊？我们今天住在这个都市这个地方啊，这个闲静从哪里来，第一个尽量减少应酬，尽量减少外援，决定不看电视，决定不看报纸啊，这个东西我们把它断绝掉啊。人家问天下事，没事，每天天下太平，很好啊，日子很好过，天天天下太平，心是清净的。哎呦，好多重要的新闻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哎，实在讲啊，那些新闻人家是一提，他不明了，我明了。他为什么不明了呢？他那个头脑是浆糊啊，一塌糊涂啊，他怎么能明了啊？我们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一接触就透明了啊，这是智慧，你有定功啊啊。那么如果你天天不但还要去看新闻，还要去看这些广播，还得去打听，那就完蛋了，你还修什么心啊？这个错了啊，这不可以啊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独处闲静，懂得现在的闲静是什么样的闲静，不是叫你到深山里去躲住啊，不是啊，我们的生活环境要随缘啊，你没有那个缘，那也是一个大福报，怎么有那个福报不行啊，没人供养你，没人照顾你啊啊。所以懂得啊，尤其现在许许多多的道场都变成游览观光地区了
啊，这个宾客川流不息，戒应不暇了，啊，所以要懂得是闹中取静，啊，自己要明了，啊，要知道怎么个修行，啊，就尽量断绝外面，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啊，去读经，啊，读经一定要解义。你读经不解义，那叫白念了，没什么用处啊！啊，一定要解义，要深解啊，然后再依教奉行，我们就得真实的利益了啊！常勤精进啊，这还是第三句啊，这个第三句独处闲静，常勤精进。精是专精，一门深入啊，这一点呢，诸位同学必须要记住啊。纵然自己聪明智慧比别人强一点，绝不能骄傲啊，绝不能自满呐、啊。你的聪明智慧不错。你跟龙树菩萨比比怎么样的？你跟文殊菩萨比比怎么样的？菩萨才不能比吧，在中国历来些古祖师大德，你跟他比比怎么样呢？差远了。所以这个是要自觉，要自己觉悟啊，就是我真不行啊，真不如人啊，那你就有救了。你要觉得我比别人强啊，你就完，你没救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没错，我有这个愿。啊，什么时候学呢？我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再学。没见阿弥陀佛，我决定不学。你要列下这样坚定的志愿，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啊，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哎呦，看到这个经也不错，那个经法门也蛮好，什么都想学，你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你没有成就啊，一门深入啊。选定一部经啊，就是我劝你们同修啊，啊，我用真心话来劝你啊，啊，我今年70岁了，啊，世间人常讲啊，古稀之年呢，来日无多了，所以劝你们句句都是真实话，啊，希望你们能够续佛慧命。广大佛法，广利众生啊，啊，怎样才能做到呢？一门深入啊！如果你们专精无量寿经，你这一部经上下功夫啊，不要着急，啊，要有耐心，要有定力嘛。10年之后，你就是无量寿佛啊！啊，你看看现在的人。哪一个人在一部经上用10年功夫的？这个不说别的，你10年功夫在一部经上，你这一部经就出人头地了，你这一部经就超越一切大众了。一个人一部经啊，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也不要嫉妒，也不要障碍了，个个第一嘛。那你要学普门品。普门品学了10年，你就是活的观音菩萨啊！你要学地藏菩萨本愿经搞了10年，那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呐！啊，走遍全世界这一部经，你是世界权威呀！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现在这个工商科技的时代，
都走专精的路子。啊，专能够帮助你断烦恼，叫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帮助你成就这一生的解脱。啊，所以常勤精进的一门专攻。啊，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即使将来真的开悟了，啊，这一开悟啊，就触类旁通啊，那你样样都通了，事出世间法都通了，你还是要大慈大悲，啊，示现一个专家，专学的，为什么呢？给后来初学的人做榜样。这是大慈悲心的流露啊，啊，就是说一定要给众生做好样子啊。你看华严会上53位善知识，个个都是通家了，事出世间法一切贯通啊，都是发身大慈，其中许多是古佛再来的，他们所表演的一门啊，善财去参访，我只懂这一门，我只修这一门，其他的法门我不知道，你去请教某一位善知识啊，这就是大慈大悲啊，表演给初学的人做一个最佳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叫慈悲呀？这个叫慈悲，能示现做不能啊？为什么？为了帮助初学啊，给初学做一个入门的样子。第四，以善方便调伏其身，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个善方便调伏其身呢，就是我们常讲的知足常乐，啊，什么善方便？知足啊，啊，特别是在家的菩萨。对于我们物质生活要知足，不知足就苦了，不知足就造罪业了。在家的菩萨，如果你真的啊发大慈悲心，你要教化这一切众生，也要表演知足，示现知足。人能够知足，这个世间就能够安稳和睦相处了，犯罪率就降低了，啊，治安自然就好了啊，不要在物质享受上去比赛呀，那个太危险了，不是一桩好事情啊！出家人要做个好榜样啊！我们衣服够穿，三餐饭吃得饱了，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了，够了啊！还要什么？啊，道场越小越好啊，小照顾方便。打扫清洁时间很少啊，20分钟半个小时就搞得干干净净的了，你这个道场要大，如果你注重在少啊，每一天清理环境要搞好几个钟点，我就常讲那不是你住房子，是房子住你呀，你是房子的奴隶呀，你要伺候他了，
你不叫冤枉啊。自己没有苦找苦吃，一个人去找苦吃，没有烦恼找烦恼，没有忧虑找烦找忧虑，那就叫迷惑颠倒。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明者，很可怜的，那都本来没有，他自己找的，所以一定要知足。生活越简单越自在，越简单越快乐。你从前出家人三衣一钵，他怎么不逍遥自在呀？我们现在比不上他们。这个在实际上环境上，这就是我们的业障比那个时代人重。我们今天三衣没有办法过日子，他们那个时候一天吃一餐，日中一时，我们今天三餐不够还要吃点心，业障太重了，诸位懂得吗？身体是一部机器，机器要运作，运作要靠动力你看汽车要走要加油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机器要活动的话需要动力能量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消耗的能量多，你补充一定要多消耗能量多就是你的业障重，那人家消耗能量少，这省油的车他的业障就轻他一天一餐就够了我们三餐还不够那么我们要问，能量究竟消耗到哪里去了？我跟诸位说个老实话，95%消耗在妄念上，每次天天打妄想，晚上睡觉还做噩梦，你说糟糕不糟糕？这就是你能量消耗的去处。如果你心地清净，你消耗的能量自然就少了与劳心劳力说实在话不相干我过去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求学李老居士对我们深教不仅是言教他的工作量大概是普通人的6-7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那一年大概71岁他担任2个大学的教授那么在台中他创办图书馆慈光图书馆台中联社2个道场还办了2个幼稚园以后又办了个医院菩提医院还有一个老人院他每一天每一个星期讲经还要跟我们上课教学他的医道很好那找他看病的人还很多那么念佛班台中联社联游差不多有将近20万人我在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时候念佛班分了几十个班，每一班每一个月开会一次，跟老师见一次面，所以他天天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外面人要跟他见面，要1个星期之前约时间，
否则的话他实实在在抽不出时间，那样的繁忙，他一天吃一餐，他日中一食，而且吃得很少啊，他那个一餐呢，就是你们现在平常吃饭呢，大概一半的量。啊，由此可知，与劳心劳力不相干呐。啊，他为什么身体那么好，精神那么饱满呢？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所以这个能量的消耗。劳心劳力消耗的很少，妄念消耗的太多太多了。那么我在台中也学老师，因为我以前我学佛半年，我就开始吃午，所谓吃午就是晚上这一餐不吃，我是吃早餐跟中午，晚上这餐不吃，已经很多年了，大概有六七年了，所以到李老师那时，我再进一步啊，把早餐也断掉，吃一餐，自在，吃饭也很麻烦呐，减少麻烦呐，那多痛快呀，我吃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李老师。老师，怎么样啊？你这个体力、精神，感觉的跟从前有没有什么两样？我说没有啊，很好啊。他老人家桌子一拍，好，你就永远这样下去。生活少，不求人呐。不求人，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就不要巴结人了。要看人颜色讲话，我讲的都是句句实话，你喜欢就听，你喜欢听，不喜欢听你走路就算了。我无求于你嘛，我所讲的句句对你有好处啊，我不欺骗你，我不对你要求任何报酬啊，我不求你对我恭敬供养啊，我的生活简单自在。快乐幸福无比呀，你哪里比得上呢？这是真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我在台中啊，跟李斌老，我日中一食五年，但是我吃东西比李老师多，这真的比不上他啊。这就是我这个心没有他清净。我消耗的这个量的时候还是比他多啊，比不上他啊。他一直到95岁都是保持精神饱满，阴身洪亮，不要人照顾啊。最后两年才接受学生呢，做他的侍者照顾他啊。他的年龄看不出来啊，那个时候70岁，我跟他的时候看他也不过40岁的人的样子啊，80、90岁的时候你看他也不过是50、60岁的人的样子啊。所以老师教导我们啊，不但是言教啊，他表演给我们看的，是我们不能不信啊。那他学佛要不有修到那个样子，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就难以相信了。所以看你学佛啊，看你这个垂头丧气、病哈哈的样子，你这个你怎么能叫人呢？你怎么能叫人启发信心呢？啊，吃素，而且吃那么一点点，啊，这个营养怎么够呢？谁也不相信，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你就不能不信了。你去看看他的饮食，你去看看他的生活啊，再去想想这里头究竟什么道理啊，从这个地方才有悟处啊。
这是真正的人生啊！啊，李老师是在家居士，啊，所以他有工作，啊，他有收入，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啊，每一天过那么艰苦的生活，啊，所有的钱呢都拿去布施，啊，都拿去做好事了，啊，去弘法利生，啊，都干这个去了。好老师不但是教我们如法，他要做榜样给我看，啊，我对他才心服口服啊，才真正的听他教诲，啊，依教奉行，啊，你们将来教别人也要如此。那么我现在得也吃三餐了，啊，这个三餐怎么回事情呢？那是不是人家看到的经常讲的，哎呀，净空法师退步了，这破斋了，啊，实在讲我就没有吃斋，从前人问我，哎呀，法师你这个一天怎么只吃一餐两餐呢？我告诉人这个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啊，我说我贫穷啊，我没有饭吃啊，我说我要有钱我一天可以吃七餐呢，我绝对不拿这个好像哎呀我是个修行人的事，没这个意念啊。我到台北去讲经啊，就遇到这个现在的图书馆的韩馆长，那时候他是我的听众啊，以后他对我很护持，有一段时间呢就住在他们家里，这个讲经也是个麻烦事情啊。我是上一届学生对他讲过，你们不要以为哦，经讲得好就大法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啊，哪个道场都不敢收你啊，这一收你怕什么呢？怕信徒被你拉跑了，没人敢请你啊，没人敢收你啊，是这个居士们发心的时候把我留住了啊，所以住在他家里，他到外面就借道场租道场啊，租地方来讲经，所以我们没有固定地方啊，一部华严经搞了七八个地方啊，真的是七会九处，不止七处啊，啊也不止九会啊，这个经还是没有能讲圆满啊，这就是没有固定的道场啊。住在他家里，他一家人说，法师你吃一餐不行，将来你这个身体不好了，我们家里担不起责任，一定要我吃三餐。我就好吧，为了弘法啊，我们就吃三餐。这三餐怎么样呢？一餐的量啊，就是一餐的分量啊，做三餐吃啊，还是这么多。我在过去吃一餐的时候吃三碗饭，你看现在一餐呢吃一碗饭，还是这个量，就把它分开了就是。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权巧方便嘛，啊，就一定要知足，知足你就快乐了，啊，一切无所求，啊，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啊，这个就对了，啊，自己不要有任何了，啊，我跟你们说的这个佛菩萨的确是照顾我，啊，祝佛护念龙天加持，啊，那么你看我现在是每一年，啊，从1977年我在国际上弘法，啊，20多年来，啊，现在有一个好处，金钱对我没用，啊，这个很困难的，钱对我不起作用，我都不要了，啊，看到钱讨厌，累赘，啊，所以你们拿来，我都要想办法
敢替你们做什么事情啊？你们不拿来最好，我没事啊。啊，拿来的时候我都想着替你做什么好事啊。所以这个知足常乐者非常重要，用这个方法来调伏其身啊，你身心才能得安稳。下面经文：以呢，智慧菩萨于末后于后末世500岁中发于灭世，成就四法，安稳无恼而得解脱。啊，后面也一样啊。尔时世尊于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佛又说一首偈，希望我们记住啊，当舍于懈怠。啊，你看看，这不是叫你不应清净懈怠之人，这一句话就很肯定的。我们要舍懈怠啊，要懂得这一句话的深意啊，远离诸困闹，一切热闹的场合都要离开啊，要懂得极静，要知道知足啊，能够做到这四点，是人当解脱啊。二十世尊即说此偈已，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是故菩萨于后末世500岁时，于自无恼而得解脱者。啊，这是你自己的愿望啊，在现代这个时代，希望自己这一生呢无烦无恼啊，顺利解脱，除灭一切诸业障者啊，就是真正的要想消自己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啊。诸位同学一定要自己检点啊，最明显的你的身体常常有毛病，这是业障啊。再微细一点去观察呢，你身上有气味，这个气味不好闻，业障。业障要消除的时候，你身体一定很健康，一定没有毛病。你身上放出的气味是清香，是香味啊，每个人闻到都很好闻，不会很难闻的。这业障这一等一接触就晓得，这业障重啊，那个气味就很难，就是很难受啊啊。所以业障消除的时候，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依教奉行啊，你真做3个月半年就有效果。你的体质会起变化，你的容貌会起变化，相随心转呐。啊，所以修行有没有功夫，有没有成就，瞒不了人的，一接触一看就晓得了。啊，就这个消除业障，啊，应当舍离困恼之处，住阿兰若寂静云中。于不应修而修行者，是诸懒惰懈怠之属啊，这个就是一定要远离恶知识，不应该做的决定不要去做。哪些不应该做的，后面经文会讲得很详细啊。这个懒惰懈怠决定要戒除啊，是戒当远离。但自观身不求他过，你看这再重复，就是提醒你这个话重要啊。乐于恬默，这个就是安静啊，就是独处闲静。勤修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行，若于于彼诸众生等深深怜悯，多所扰疑，应以无希望心清净说法啊。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很广，今天重点到了。下一次讲底下一段呢，我把这个说出来。